是一位曾为共和国出身入籍的老将军，他的独生女儿就是发这个电报的冯小兰。他父亲政治上被划入绿色以后，他家门口几乎天天都停着造反派的宣传车，那大喇叭从早到晚不停地喊。后来他一听到那大喇叭的声音，立刻就会出现头疼、出虚汗，有时候还会晕过去。 从此他就落下这个名。他父母被带走以后，他就无家可归了。所以我父母决定让我哥哥陪他去陕北插队，要不然我们一家人都不会放心。其实我哥哥一直想来北大荒，履行他的誓言。 因为要照顾小兰姐，他就来不了，所以我自告奋勇的来了，也算是替我哥哥履行他当年的誓言吧。说完了，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。你说这封电报能是假的吗？ 天亮，回头你给家里写信的时候，替我跟叔叔阿姨好，因为你们家人的做法让我很感动。至于这封电报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。排长，你的意思是说我…… 时候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 谁又回来了？哟，是嫂子呀！方排长，嫂子来了，嫂子，嫂子来了，嫂子，你咋来了？我让魏明儿帮着蒸了点菜包子，还有茶子粥，怎么不欢迎啊？欢迎欢迎，来，快去吧去。哥，还是白面的呢。嫂子，那是你自己家的白面吧？管他谁家的呢，吃就是了嘛。 可惜没有肉啊！拿着，连长，劳动强度这么大，是不是给大家伙改善改善伙食啊？对，你这个建议好。魏明，啊，明天杀两头猪，给大伙上上营养，怎么样？好嘞，明天就来。明天可以吃到肉了。嫂子，之前母亲热，这边热，赶紧撤。女孩子都哭了，男的一片沉默，还算正常。
排长，你的信为什么在我这？ 老站长，老伴儿，过来，进屋。谁呀？老站长，你是？我是七连的，你忘了？上次我刚下火车的时候，还这打了一架呢。进来吧。 这算什么？留下封信就走了，这算什么？现在是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刻，这叫临阵脱逃。连长，指导员，这事儿我负有直接责任。你当然有责任，你的部下说走就走，你这排长怎么当的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别着急了，人家那信上不是都写着了吗？处理完事儿马上就回来了。马上回来算什么理由？都像他这样，以后兵怎么带？我建议马上召开执委会。 立刻拿出处理方案，上报团部。我告诉你，老韩，这件事儿一定严肃处理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回去吧。你这可得说好了啊，这上头有地址。你这个小子，胆子也是真够大的啊！ 你们这连队上正式缺人的时候，啊，你不请假擅自离队，你知不知道这在战争年代叫什么？我知道逃兵。我不是没请假，是连里不准假，我又实在放心不下我哥哥，只能这样。那你不想想，我要是不让你走呢？您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是哪样的人呢？您忘了呀？我们刚到那天，您对那个上海执勤旧频的做法，充分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宽容。 非常善良的人，哼，你说小子嘴还挺甜。哎，那个周平现在怎么样？表现可好了，用他的话来说，能留在兵团死都值了。哎呀，我这个眼呐，毒，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人。就说你小子吧，啊，多亏呀，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 老连长，谁来的电话呀？还说不是逃兵呢，那你心虚什么呀？嘿，你这个傻小子有福气，一会儿有趟拉木头的车从这儿过，我送你上车。啊，来把这个带上啊，路上用。还有，赶紧吃，吃不了的也带上，路上当干粮。镰刀就甭带了，先搁这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再上这儿拿来。啊，老连长，我走了，你会不会受牵累呀？ 牵累什么呀？你又不是胆小怕死的逃兵，再说了，你搁那边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
搁谁谁不着急呀、啊？记住喽，快去快回，回来之后好好干，把给人家耽误的时间补回来。老团长，我一定会的。看到了吧？这是老天爷给咱们出的难题。这几天同志们都很辛苦，我和指导员心里有数。这雨下的真他娘的不是时候，咱们就当是老天爷在考验咱们，看看咱们七连能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住，打得赢。团长亲自来电话，气象部门说这雨停不了，还得下，啥时候晴天不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用手里的镰刀，能抢多少抢多少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有个叫赵天亮的，未经连队批准，擅自离队。不管他有什么理由，他这种行为就是逃兵。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，撤销赵天亮一班班长职务，任命秦勇代理一班班长。连长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没什么条件可讲。撤销张静言南支厅排排长职务，下放到一班当战士。任命机务排排长尹旭波同志接任南支厅排排长。太不仗义了，把你也牵连进去。哎，谁家都有可能碰上意料不到的事情。我能拦着他不让他去吗？你知道他要走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啊，你就那么相信他？这年头啊，已经够乱了。你说，这人和人之间，连点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，不就更乱了吗？赵天亮这一跑，不但给咱一班牌子抹了黑，也让咱北京知青丢大人了。你哪那么多废话？你要收拾那么一方电报，你走了，咱哥几个玩命多干点，就当是把天亮那份补上了。干活。好利索呢，累的就歇会儿啊。啊，没事。排长，如果赵天亮真的不回来了，团里会怎么处理他？很简单，除名。那多可惜呀。为什么？进兵团挺不容易的，我觉得他肯定能回来。就这么确定啊？嗯，我和他接触过几次，他不是那种胆小怕事当逃兵的人。哎，小弟波，哎，你之前不都是蹲着割麦子的吗？今天怎么变姿势了？你眼瞎呀？这水都快没膝盖了，我咋蹲呢？你蹲个试试啊？革命意志嘛，就需要磨练的。
班长，早上齐勇带了一班班长啊。你是不是担心他给你弟弟穿小鞋？你看他刚才，啥态度嘛？他那是在替班长的职责嘛。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事儿，是不是也得制止啊？不过他的方式方法，确实有点粗暴。回头我跟他说，这次党支部。 让他临时带了一班长，已经充分考虑到你们两家的关系问题，就放心吧。这么多人，就你自己一个破塑料布，热不？不是，我可奇怪了，你说咱都干一天活。 身上出一身汗，天还下着雨，身上怎么就湿了？你裹着这破塑料布子里的，舒服不？我给你了，不要你这破玩意儿，披着呗，不风了，舒服了。 大家手上的血泡又都磨烂了，回宿舍以后啊，一定要给大家多抹点碘酒，千万别大意了。大头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方便一下，赶紧的，知道知道了。 跑掉了，谁打水呢？谁打水？新班长，新班长，新班长不理我们，还有谁？副班长，做梦吧你们！副班长耍赖不去，还有谁？ 小地方，哎，各位大人，我这个手都已经血肉模糊的了。
你们就不要让我去挑水了，行不行？哎，谁能说没学过？大家可都一样、啊，大家都一样。那你们别欺负弱小啊！谁欺负你？这是谁指使班长？小黄婆，就你出馊点子，今儿就你值日，赶紧给各位大爷挑水去。行了，别闹了。今天这活啊，我就替你代劳了啊。但是从明天开始，咱们轮流值日啊。司令员在吗？现在啥事儿？把你的脏衣服拿出来，我给你洗了。我来了。哎呀，有个姐姐真好啊！哎呦，有个姐姐好哟，真是好哟。谁让你们来的？谁让你们来的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以后不管是谁，不论是出工还是收工，谁也不准单独行动。你们这些当班长的、当排长的，以后要负起责任来。再发生这种事情，老子对他不客气。让开！大家都是头一次来这儿，都人生地不熟的。这个地方塔头垫子有很多，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，可稍微不小心就会出人命。我希望你们回去都互相转告一下，像这样的事情以后绝对不能再发生了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们两个当班长，从今天开始每天回去以后都得清点人数，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，马上向连里汇报，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小妹妹，你知道坡底村往哪儿走吗？坡底村啊，你要去坡底村？我就是坡底村的。你就是坡底村的？跟我走吧。哎，太谢谢你了。哎，小妹妹，你真是坡底村的？咋了？你信不过我呀？啊，不是，信得过。既然你是坡底村的，我向你打听个人行吗？谁呀？冯小兰。
你是谁呀？哦，我是冯小兰的弟弟。我知道了，你叫赵天亮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我呢？小兰姐就住在我们家，她和曙光哥经常提起你，今天早上还说了呢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早上还说起过我？我哥还活着。冯小兰，今天这个帮教会呢，主要是让你交代一下你父母的动向和你的信仰问题，说吧。冯小兰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文哥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们，不知道他们死活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那就交代你的下一个问题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很惭愧，我跟我父母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是坚定的信仰者，我差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连马克思主义也不信仰了吗？我对马克思主义知道的不多，所以也没有资格成为他的信徒。老天爷啊，他说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记下刘江，一字儿不落的给我记下来。记。那我哥现在在哪儿呢？哦，他一大早就进县城了，说是有事儿，过一夜才回来。哦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这个人咋回事呢？咋老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呢？不是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春梅。哦。哎，你看你这嘴干呢，你喝点水吧。喂。水。半壶清水，不成谢意，喝吧。甜，你怎么就喝这么点水啊？你要想喝啊，都喝了它，没事，喝吧。你这个水是哪来的呀？我在那个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灌的。县城的水就是甜，喝吧。这么金贵的水，你还是留着吧。哎呀，这水算什么呀？你要是想喝，都喝了它，没事。这是你哥啊？嗯，我哥叫王满屯，村里人都叫他屯子，他负责给村里运水。怎么还运水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们村缺水，加上这两年天又旱，村里的那口老井和村外边的那条河早就干了。那你哥一天拉多少趟水啊？一天拉四趟，每个人只能分到两条。两瓢水，够干啥用啊？做饭呀，洗菜呀，喂牲口，反正干啥都得用。肯定不够用啊，这点水。哥，他是曙光哥的亲弟弟，他叫赵天亮。村子哥，你拉一趟水得打多少里地啊？一里地？十里地？一趟来回20里地，一天四趟就是80里地。哎呦，你太辛苦了，屯子哥，你喝点水吧。我哥他不会说话，哑巴。不是，以后再跟你说吧。冯小兰，其实你是有信仰的。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告诉我吧。你这一吃惊的时候啊，就说：“哟，我的上帝！”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才相信上帝呢。老天爷呀，揭发的对啊，我怎么能连这个都忘了呢？记下，这个也记下。记。我的上帝，那是我的口头语。李金亭，那你动不动就我的老天爷，难道说老天爷是你的信仰吗？
我严肃一点。不是，这个也记下来啊。刘江，严肃一点。别说我，就说你的口头禅啊，最起码它能证明你外国小说看得太多了，中毒了。那是县里的车，最近常来我们村。冯小兰，那你就汇报汇报你目前的思想。我目前头脑中只有一种思想。什么思想？苦中作乐，心静如水，坦然面对现实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就没有资格对你进行再教育了？一个人啊，教育太强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儿，对吗？冯小兰，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，县革委会已经把你列为重点的帮教对象了，我们这个知青点有责任帮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，承前避后，治病救人。这就是他们的执行点啊！对对对，他们六个男娃娃都住在这儿，李君亭和冯小兰呢，分别住在老乡家里。哦，人都在吗？啊，都在。根据县委指示啊，他们正在开帮教会呢。叫一下。哎，好好。李君亭，李君亭，哎，快快出来一下。杜叔叔。您怎么来了？啊，这个下去检查工作，路过，听支书说，你们在开帮教会啊？对，按照县革委会的指示，正在给冯小来开帮教会呢。哦，效果怎么样？还行吧。你们一定要落实啊县里的工作精神啊！对于冯小兰这种人，要加强思想教育啊。那会的，我们一定加强，再加强。啊。明天啊，就是礼拜天了，这线上啊还有急，跟我回家，改善改善生活啊。你快去吧，这是杜主任关心你们知青嘛。这会还没开完呢。哎，一个人的思想工作教育啊，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工作，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啊。劳逸结合很重要嘛。啊，哎，是是，杜主任水平就是高啊，这不服不行啊。快去吧，那会啥时候开都行。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啊，怎么样啊，在这儿啊，还习惯吧？主任，那你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好好好。我说，你们都给我出来吧！就说，哎，啊，红明，哎，会开怎么样啊？按照您的指示，我觉得演的还挺像。啊，李新天好像是信了。啊，好。小兰啊，给你开帮教会呢。是县革委会的指示，咱们硬顶不好，是吧？啊，难为你了啊。没事儿，我能应付得了。啊，这水能喝吗？能，烧开了一样喝。哥，哥，你再多给我一瓢呗，我都好长时间没洗头了。哎，哥，小气。
心点。放心吧，爸。小美，这水放哪儿啊？啊，放这就行了。你们家挺好的呀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这是鸡窝。你找什么？还好，没把鸡蛋给压碎了。小兰姐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我哥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春梅，我带他到外面转转啊。知道了。来，喝，叔公，喝。来，来，别走，好了，跟我来。刘站长，您太客气了。说啥呢？你是我表弟的救命恩人。怎么谢你都不过分，啊？就是嘛，多吃点啊，吃叔公，哎，多吃点。从今往后，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实说。就是嘛，叔公，你别看我表哥只是个县农业物资站的站长，但是我表哥管的可全都是实事儿，特别是这个跟农业沾边的事儿。叔公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你找我表哥，算是找对人了。真的，跟别人我不敢乱说，你就不一样了。有什么难处来找我。啊，刘站长，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不过我事先声明啊，不是因为我救过您表弟，所以我谈什么条件。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在山西挖煤，你能救他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说明啥呀？好人，好人就应该有好报。你说你的事儿。其实我个人没什么事儿，就是。我们村儿太穷了，所以我明白了。你是想给村里边找点挣钱的活计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刘站长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就请您帮帮忙。没问题，真的。矿难发生的时候，你哥他们正在井上吃饭，警报一响，他们赶紧就冲了下去，可不料第二次塌方紧跟着就来了。把他们全都堵在了井下，这一堵就是36个小时。当时刘江上厕所没有赶上，可回来看到这个情况，当时就慌了神，直接给支书拍了份电报。所以你就给我也拍了份电报。消息一传来，全村的人都乱套了。那后来呢？幸好你哥他们带了些工具下去，还找到了其他的矿友，鼓励大家要自救。你还真别说，那些工具还真起到作用，里应外合，把所有人都给救了。你哥还接下了许多生死的朋友，还有刘江，为了让井上的人不放弃，给大家都跪下了。原来是这样的。事故发生以后，他们还想继续挖煤，给村里挣点钱。可支书过去死活把他们都拽回来了，说不能为了挣那点钱闹出人命来。他们干嘛跑那么远挖煤啊？没办法，这村子穷，缺水，村里想挣点钱打口饥井。既然我哥没事，我明天就走。那你怎么也得见他一面啊。姐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偷着跑出来的。我们那边正是卖书的关键时刻，根本不准假。我这次回去以后，连里还指不定怎么处分我呢。那你得赶紧回去。这样吧，明天一大早我跟春梅陪你到县里去找你哥，好歹见上一面，然后你直接走。嗯。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上一斤挂面，看还能不能换点酱油醋什么的啊。
哼，咱家那个鸡蛋是个金蛋，能换那么多东西。那就把这六个鸡蛋留着，跟大葱炒上一盘，也算是个大菜了。嗯，把这十二个鸡蛋拿去换吧，能换点什么都行。到这来之后，我一共犯过两次病，都是韩奶奶给治的。韩奶奶，她老人家会针灸，是这个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她不但给我针灸，还不断的鼓励我、开导我，我比以前坚强多了。这样，姐以前是不是不够坚强？姐，我们全家都认为你很坚强，尤其是我妈。他说你所遭遇的事情是可以使人发疯的，但是你没有，你们全家都没有。我父母不愧是坚强的人，可我恐怕担当不起这两个字。不过我很幸运，在我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，你们一家人毫无顾忌地保护了我，插队，到了这儿又住在王大伯家里，他们一家都很善良。天亮，这村的好人可多了。